用路上嘅时间报报，你同大家一齐睇下前日我喺 ASUS 发布会摸到呢部 Zenfone 11 Ultra 系点样啦。咁度颜色方面有神定蓝、永恒黑、珊瑚粉同埋迷雾灰。屏幕使用 6.78 寸20:9嘅 LTPO AMOLED 屏幕，屏幕更新率最高支援 144Hz。边框使用咗防指纹嘅磨砂金属，仍然坚持保留 3.5 headphone jack。主镜头都系支援5000万像素，最高可以拍摄到 8K 影片。除咗一样可以拍摄到人像照片之外，仲有人像录影模式添。售价由7498元起。今代 Zenfone 同三叔一样玩 AI 啊！为你报道一节新闻，现在在尖沙咀的海旁聚集了大量的民众，是准备要去收看这个年初二的烟花汇演的。实时他的 AI 录音笔记转换出来的文字稿都还可以的，因为目前都是一个 beta 版本，所以他准成度大概是80%左右。而当中表现不错的就是他的 summary 的功能真的挺好的。24年真的什么鬼都要讲 AI 啊！接下来我会和 ASUS 合作，用这部 Zenfone 11 Ultra 拍多些 Wheels 给大家看，有些什么想我试一下，下面留言告诉我。